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这是去干嘛呀？卖花椒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我回去娘家。哦，就是摘花椒回来是吧？对。这怎么是爷爷和你出来摘呀？你家里没大人吗？有，他们去上班了。去上班了。哦，对。哦，你爸爸妈妈去上班去了是吧？不是。哦，那你爸妈呢？没有了。爸妈没有了，没有。嗯，是这样啊，弟弟，我的话是到你们这边是在等个人，等个孩子，但是现在他也没来，我能不能就先去你家坐会儿啊？可以。去你家喝点水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嗯，走吗？可以哈。可以走吗？好，行。哎呦，我进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么多土豆啊！不知道这不是。这一大屋子的土豆，这些土豆是挖多少天挖回来的？挖了5天。5天就挖回来了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那现在就是你和爷爷两个人在这生活吗？没有，还有奶奶。还有奶奶。对，就一个小叔。我刚才看那些土豆啊、花椒啊，是谁去弄啊？土豆是我跟奶奶，花就是爷爷我们两个一起摘。哦，你以后有什么梦想吗？有。啊。有梦想。就是喜欢打球。梦想就是打篮球。也算是吧。算是。嗯。为什么是算是呢？它不只是篮球啊，还有生活呀、啊、那些。天气太热了，我去给你们摘的水果。啊，摘水果，摘水果，你家还有水果啊？哎，真的。走，我去看看去。哎呦，这桃子长得可真大。够了，摘两个就行了，摘两个就行了。哎，行了，够了。嗯，谢谢弟弟。哎呦，哎，好，谢谢弟弟。哎呦，哎，弟弟，那你就平时去上学是住在姑姑家？啊，对。住在姑姑家，那你的生活费是谁给你啊？小叔给你。啊，对。哦，就相当于是小叔现在照顾着你，然后又要照顾着爷爷奶奶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对。哦，那他一般就是说一个星期能有多少生活费啊？你？差不多一个月吧，一个月就10-20块钱。一个月？啊，对，我们也不是经常花钱，就是买学习用品，大部分都是。哦，就买。是有用的时候才跟他们说。哦，用得到的时候才和他们要。嗯，对。来，吃的，书包，衣服。怎么说？听到没？东西都说了，哎呀，对不起了。哎呦，没事。我们那点心意，弟弟还有你，对我们那么热情，那么好。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身体，您年纪已经，对吧？一定身体第一位。是。嗯。注意身体啊，爷爷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你们自己吃。哎呀，多不好意思。没事。谢谢了，爷爷，谢谢了。妈呀，没事的。哎呀，好吧，那我们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你啊。可以。嗯，行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，跟爷爷说，照顾好爷爷奶奶，好吧？好。那我们就走了啊。好，拜拜。